National Queen 台湾。我是来自台湾代表的嘉莉 Ella， 参加2024的 National Queen 选美大赛。背了那个五六十公斤，然后背了至少三四分钟吧，然后还绕全场，我整个肩膀已经快要断掉了。参加这个选美比赛，我觉得比当兵还要累，因为当兵可以早睡早起，这个是呢晚睡早起，睡不到3个小时，吃很饱，吃很饱状况下我完全没有变胖，就代表说这个有多累了。